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呢刚起床哈，昨天的话下雨了，现在的话雨停了差不多两三个小时了，准备去那个四季豆里面除草了哈。四季豆的话，前面我的话只除了一点，因为带着宝宝不方便嘛，所以呢今天呢准备去除草了哈。小姑子呢昨天下来了，今天呢她在做饭哈，宝宝呢还在睡觉，你能跟。今天腊肉和土豆哈，准备喂猪了哈。这，哦，我看我在这个四季豆地里面，这些草真的太多了。老婆，我俩呢现在把这些全部都除了才行了啊！嘿，这么多草，妹妹呢让她在家里面做饭啊。看，这里呢鱼下的比较多，玉米长得挺好的，看。前几天打的农药也，看现在一个草都没有了，都我打死了那些草。因为这个四季豆里面呢不能打农药，所以只能用这些锄头来除草了啊。看这个荨麻长得这么高，现在呢快完了，只剩这一点了哈。这边呢也弄完了，还好这几天一直下雨，不然的话根本没法除，因为这个太硬了。现在的话它除的话它力气比较大，所以它除的话感觉很轻松的样子，但是呢比前几天我除的好多了哈。好像又下雨了，哎呦，没剩多少了，把这点除完再休息吧。现在呢除完了哈，但是呢又下雨了，有可能有些草呢可能死不了了，哎，没关系，大概给它除一下就可以了。反正这个四季豆呢马上应该就开花了哈。啊，可以了，看，好热，全是汗。现在呢把手和脚洗干净，准备吃饭了哈。哎呀，这么多泥巴，看宝宝呢现在已经醒了。哎呦，老看，哦。
阿哥，他看着手机，他看到手机，你看，他要吃小拳头了，哥，看到他很高兴，哥，阿哥，哎呦，看握紧拳头，你握这个拳头干嘛？哥，高兴得很，很兴奋，但是他不想睡了。不，他看着手机，要哭了，要哭了，要哭了。现在呢，吃饭了哈，小姑子呢已经做好饭了。腊肉。你吃腊肉。哇，太好吃了。妹妹做的饭就是好吃。